没事儿，开会嘛，这种事我见多了。你累不累？饿不饿？我们要不先去吃饭？我知道附近新开了一家餐厅，还不错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是饿坏了？这可是你说的哦，不许反悔。刚才等你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，每迟到一分钟就给我一个吻。是啊，因为我太了解你了，等了你这么久，你一定会弥补我。好了，我们先去吃饭吧，你一定饿了。你答应我的补偿现在到了兑现的时候了。没问题，这就开始。是啊，你刚说到旅游两个字的时候，我就有主意了。嗯哼，这我可要先保密，你先说说你想去哪儿。你说了，我就揭晓答案。要我说就天马行空一点，去放放羊，骑骑马，种种地，或者干脆住在哪儿，体验一下当原住民的感觉。我知道了，我们可以去新斯塔。是啊，那里远离其他大洲，风景极为特别。至于你说的田园生活，更是他们的特色了。我这就揭晓谜底。你往外面看看。看到什么啦？答对了。想和你去的下一站
就是天空。用天空来描述有些不准确，用宇宙这个词会更合适一点。我想和你一起在外太空穿梭，在星际中旅行，在宇宙中漂流。啊，虽然现在的科技水平还有待提高，但光想象一下，是不是也挺浪漫的？临睡前再抱一下，当然没问题。